您是草帽姐吧？是不是？是您吧？我特别喜欢听您的歌，真的，我特别喜欢听您的歌。您这样，您给我签个名行不行？您帮我签个名，咱有纸吗？没纸，没纸。您签我帽子，签帽子，没问题。还是有，哎，这边，哎，这个您帮我签，没事，你给我签一个。好容易碰见您，真特别喜欢您唱的歌。您帮我签一个。你怎么帽子就合飞了？没事，一个帽子而已，就喜欢您的歌吧。您给我签个，好容易碰见您，对不对？您给我签个，签。我做张纸给您签吧。没有纸。您稍等，您麻烦您给我签一个，签。草帽姐一直拒绝演员的签名请求，难道已经有所警觉了吗？如果草帽姐一直拒绝签名的话，拍摄就要在此终结了吗？草帽姐，快签名啊！真的特别喜欢您，您唱歌真的特别好听。哎呀，我特意领别人签了。您就写着就行。不是，你再自己多丢人呀？这有什么丢人？这才光彩呢！给您的签名。哎呀，我也。您签。哎呀，我又不是什么，哎呀。谢谢您，真的特别喜欢您，您唱歌真的特别好听，真的特别好听。谢天谢地，草帽姐，你终于签名了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，草帽姐你又将如何应对呢？太太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事。什么草帽？连草帽？这我新买的帽子，我最喜欢一顶帽子。你在上头写字，我怎么戴呀？就一顶帽子，买拿什么买呀？这是那限量版的，我刚从法国带回来，你上哪儿给我买去？一顶被签名的帽子引发的尴尬，草帽姐捂脸跑到旁边的座位转做路人。导演组又怎么会让你轻易离开呢？草帽姐，你乖乖的回到原先的座位，继续面对尴尬的事情吧。我们的情侣演员已经离开了，没想到草帽姐还在捂脸掩饰她的尴尬。造型师一直在安慰草帽姐的目的是为了接下来更加刺激的事情。我平时也经常爱吵架，真走了，没关系，走了，不管他了，真不好意思。